怎么着，还琢磨着斗白脸婊子的机灵呢？完蛋，又来了！操！让你，你死不了的，有我在。 Johnny， 啊，是海风的咸味儿。起来吧，这会儿的太平洋可是最美的。刚刚我差点就交代了。差点。你说的对，美得我都挪不开眼睛了。 我们在太平州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老酒店皮斯蒂斯索菲亚，现在的客人就只有我们俩。来吧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我之前都看到你手里的委内森琴了。没有他，我还怎么蹦跶呢？是吧？说来奇怪啊。 的夸奖。
我明白你想吃药，但这次你说出大天来都没用。我可以当你没说过这句话。滚，你什么操心我不知道。嘿，你差点捅了娄子，是我救了你这小狗日的，居然倒打一耙说我没安好心。我猜是你动摇了，就在你打算咽下去的时候，忽然良心发现了。闹了半天只有你银手还有良心了。靠，不说这个了行吗？可以从窗户爬过去，我琢磨应该没问题。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带你来这儿？我站的这个地方有个暗格，来打开，把东西拿出来。这都是你的？以前是，现在都归你了。50年前，墨西哥冲突的时候。当年我跟你一样，生瓜蛋子，加入了公司的军队。到了墨西哥之后才明白，不管仗打成什么样，公司都是赢家，输的是普通老百姓。所以，你就打算写歌来说出真相？没有，我逃了，被抓住时候就被关在这屋子里，我在床上躺了快一个月，天天盯着吊扇发呆。那我真想像你一样，躺下盯着吊扇看一辈子。所以我才带你来这儿，我不想让你走我的老路，把时间一天天浪费掉。为什么要给我这个？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一起上战场，并肩战斗，你会为我挡子弹吗？不，我不会。来这块狗牌的人，在墨西哥用自己的命换了我的命。关于现在，我想了很久。今天我就告诉你，我不会对不起你。等时候到了，我会同意被删除。咱们一命换一命，这块狗牌就是我的承诺。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我自己的东西凭什么要你来送？身体是我的，一直都是，应该由我来决定，而不是现在咱们谁也别说这个了。 OK， 你要考虑华子的提议，认真的吗？快点，咱们走吧。那你倒是说一个。没想好，但我有个请求。什么？ Adam 重锤，那个打败我的狗杂碎。无论我怎样，我都要他死，消失，风一吹连招都不剩。好，我明白了。我还要你带着 Rogue 一起去，这对我来说很重要，对他也是一样。怎样，准备好了吗？ Rogue 平时可不亲自出马，事情都交给下面去做，凭什么这次他要出这个头？因为我会亲自要求他去。你把 Misty 给你的药吃了，你的人借我用一会儿。我不可能对你这个提议有兴趣，你应该知道吧。我就是跟 Rogue 简单说说重锤的事儿，说完就走，我保证。Hellman 早料到你会这样，软硬不吃，一门心思就想说了算。
Anders Hellman， 那你说说看，他帮过你什么？虽然他没帮过我，但至少也没害我。我要知道你具体打算怎么干。我想把真相告诉 Rogue， 看他愿不愿意帮忙。刚从灵魂监狱越狱，还抽空换了个新屁股。我只要提一句重锤，把他在哪儿说出来，再聊聊从前的事儿，就完活。不，我拒绝让你再摆布我。哼，没说动你是吗？的确没有，讨论到此为止吧。行，我明白了，要是你改主意了，就捎上我去趟来生。我好点了，差不多该走了。还是觉得你的心脏旁边有点扎得慌。我估计是好不了了吧。皮斯蒂斯索菲亚酒店是不是？演戏的好地方，不过不是今天。